妈，是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大胡，快叫达。哎呦，你看这娃啊，焕达呀，那是你达，大胡认生呢。这是你答呀，不怪娃，几年不见，过两天就好了。看见娃，认真了。哎呀，你才回来，先上好去吧。翠儿啊，快给你哥倒盆水洗洗脸。哎，胡他妈，哎，快给书里做面吧。哎，哎，叫达，叫达。哎呦，看着娃，哎呦。何清啊，话我可都说清楚了，小翠儿和马先生的事儿你就看着办吧。啊，四叔啊，我那娃姓太烈，你耽搁几天，让我慢慢说。照这样打下去，咱们魏氏村肯定夺魁。好，肯定的。哎哎，你看，神仙下凡了，还哟，这不是哎嫂吗？土干，干啥去？赶会去。啊？哎，嫂子赶会还捂得腮帮子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吃了人家的闭门羹了啊？你嘿，关你屁事！哎，你看你死不了了！你死不了！去吧呀，去掉你！要神仙不帮忙，赶
您还要补腮帮？哎，补这腮帮还算好。哎，那要是不补呢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那不得了啊！那咋的了？就好像离恨淡淡三两一层霜。缺德鬼，就知道瞎起哄。告诉你们吧，赵书礼回来了。哎，走啊！走！哎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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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，我就知道你们这帮耍货，往死骂吧！村长，是吧？村长，哎，村长，我跟你说，那驴日的赵树你回来了。哎呀，那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咋说话？马先生，话都说透了，回头让我这个本家侄儿给女娃好好说说。那是，那是，好饭不怕等了。好好好好，何清啊，饭还没吃，你先回去吃饭吧。哎，何清啊，既然你家书里回来了。你可都管住了，闹学潮的事儿恐怕还没有过去。人常说子不教父子过，你这个打是咋当的？嗯，回吧回吧回吧。这树里来了，咱们呀，肯定没问题，是的，肯定能做饭。这要几个小姑娘给拧上，啊，大的啊，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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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主意好。老罗，这是哪去啊？哟，这不是张家的张大少爷吗？咋，有事了？赵村长找你有事，跟我们走吧。又受死了，这儿还不能说，就是吧，不想去啊，又想跑，跑，嘿嘿，就你那个猴样，你先说，是，赵书礼回来了，我们要去看他，叫他一起参加八运会呢。哎，赵书礼回来了啊，对，哎，他还有脸回来？学人间道，学潮，啥也没混下，几年不敢回来。上边啊还查他呢，他现在回来，整个尉迟都得跟他受牵连。你们还是赶紧告诉他，让他赶紧滚蛋，你别在这祸害乡亲。怎么祸害乡亲？哎呀，你这个李生你，你废话少说，村长还等着呢，走吧。不行，再见。葛罗哥不能去，葛罗哥不能走。葛罗走了，八运会咋地啊？是啊，八运会咋地啊？办差，你们少他妈捣乱。都来，走，不能走，不行，不能走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葛罗，别了，你不能去。葛罗，别吵了。我要看，你把我尿了吃了。嗯，走吧。哼，你们把家伙拿上，我那个板骨，你给我抱上，在戏台底下等我。走。走吧。怕你了。哼，走就走。走。推我干什么？葛罗，小心。推我干什么？老实点。大叔。你们先去戏台子，我们去树里家去。好，啊，快，你们先走，走，咱们去树里家去。哥，这可咋办啊？回家焊着就没事了。啊，多少钱？3块钱。没事，哎呦，没事了，我这没事了，走吧。1、2、3啊。
正好。等我，等我吧。你呀，我咋了？你说没牙配的？放的屁！我不说没，吃屎都没人给你讹。哎，我说，村长，让你给保媒的事儿，咱把他推了吧，啊？赵书礼回来了啊！他可是闹共党的人，你不怕他给咱家找麻烦？嗯、哎？再说了，人家小翠还小，人又长得水灵，你下得了这个狠心？我狠心？我还不是为这娃好？彩礼钱我还给他要了300块呢，我能得一个子儿？费力不讨好，快走吧！妹子，不用哭，哭什么呢？书礼，有事儿？书礼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想死我了！我也想你们嘞。哎，抓！人都来了，还不说他说他？听你的，来，赵哥，哥，你们这是啊？今天是八运会比赛，你回来的正好啊！哎，咱又多了一个好唢呐呀！哎，走啊！走，跟我们一块去吧。走，妈，去吧去吧。每次回来炕都没坐热就往外跑。哥，走吧。葛伦，我今天叫你来卫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欠人家的钱嘛。哪能不知道呢？你这个贼骨头，成天就在外边跑，你以为本村长就等不上你了？你躲过了初一，你能躲过了十五？说吧，欠张山人家的钱什么时候还呢？富贵儿，跟他说说。你小子好好听着啊，你他手上借我家县大洋200块，你他死了，你给你他买棺材，又借了25块，这总共是225块，对吧？这可都快5年了啊，你小子连一文都没还呢。这本上加利应该是830块04毛3，顶了你家四亩地，算90块，3间烂房。算60块，这一共是150块。这830块4毛3减去这150，你现在还整欠我张家680块4毛3。说吧，这钱该怎么办啊？嘿嘿，哎。这225块钱一下子变成了830，啊，这是哪家子的利啊？你让我咋认呢？不认？当初你别接，谁捏着你的手指头按手印嘞？整天就在外边跑，全当没这么回事了。我们家的房子、地。都押给他张家了，我不跑我到哪儿住呢？你借钱都借出礼来了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魏氏村还没有出过现你这么个没有教化的东西。咱们今天就把这事说清楚。书礼呢？走了。走了啊？跟
狗剩他们比赛八音会去了。哎，他疯了他。哎，文师兄，准备上场了啊！完了，完了，这下这威茨算是倒霉到家了。这个轮去哪了？老村长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怂样子，我能是有钱的人？我现在浑身上下，除了这个烟袋锅子还有点铜以外，哎。你就是把我打死了，我没钱还是个没钱。那你们要打，那就打吧，打吧。妈的！哎，你个不识好歹的个东西啊！中长，我看这小子是皮紧了，要不把他捆起来，吊在梁上，这钱看他是还还是不还。如真呐，我看算了，你就是把他打死，没钱还是没钱。还倒不如把他放了。俗话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也是啊。叔，我想试这古板可是大家的智慧呀、啊！你个娃娃家有没有干过？那树里搁的板骨谱子还是个轮教的呢。我们以前在家练过。对，这可不是看热闹看大戏啊。错了可是不能重来啊，那也不能亮台吧。文师快一点给咱们上场了啊。别亮台啊，咱手里试试吧。大叔就让他试试。好，去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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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看这，欠他张家的钱，我认了。啥时候有了，我啥时候还。咱不要因为这，坏了村里的大事儿啊！坏事儿？坏谁的事儿？八音会啊！这八音会要是输了，咱们全村人可跟着丢人败兴啊！哎，把戏争到了尾池就光彩了是吧？要是把戏争到了尾池，还不是我张家摊大头啊！村长，你看，你看这张大寿。那行行行行，算了，不争了，咱们散伙各回各家。反正又不是丢我阁楼一个人的人。穷光蛋，今天这钱你要是还不上了，你就别想出这个门。阁楼啊，还上还不上是一回事，认账不认账是一回事。白纸黑字，你阁楼丢得起这个人，魏之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你不知道你是个外姓人，不能因为你坏了祖上的规矩。富贵啊，我看这事儿就这么了吧。那对这种不知教化的东西，就得先让他知道知道规矩。哎，你现在就是把他杀了，也刮不出二两肉来。哎，这就对嘛。好了，只要认下就行了，还能怕他跑喽？没王法了。那就这么把他放了啊？那你还要咋？那好，唱戏的钱我张家一分不掏。对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这你看看，这按着葫芦抠滋滋也未必就是个好嘛。再说我现在好赖是个村长，我不能让村里人骂我不顾眉眼吧。不必见怪吧，
张少爷是年轻气盛，在所难免。葛伦，我今天先饶了你，回头赶紧把张善人家的钱还上啊！白云会闹开了没有？早开了，你没听见？是谁家的？郝先生委实家的。哎，叔，你到这儿干什么？找树梨嘛。找树梨？笑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叔啊，你往那儿看。把他弄下来，哪人都他往哪儿跑。哎，现在你把他弄下来，这不是让尉迟村丢人败兴吗？你别、啊，那你说咋？上台就弄了个满堂彩啊！好的，孩子还不是你教的。哥，你可真行。那是好一根唢呐呀！我才不稀罕呢。朱丽，朱丽，树梨呀、啊！哎呀，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还不给我爬回去！打！哥。这几年在外没混个出息，打生气了。他大回来了，树里呢？啊，活着呢。看，这是咋了？掉了个脸色。还不是你给我生了个好啊。树里又惹下乱子了。哎，正也不用说了，做饭。大回来了。啊。大虎妈。哎。树里回来了。啊。快和面吧。啊。哎，好。第一次上场，满堂彩啊！还不是，把张哥打得够呛啊！
呦，郎才女貌啊！秋早起，窗门外，铁鼓吵，哎呵，喝着风，顶着土，列车前走。吃小米不如吃肉，吃年兽不香，吃着香口。哎呀！好吃，好吃呢。哎，我在外面这几年，就想回来吃家里的货子饭。看你爸给你夹菜呢，打小就爱吃个这。胡桃妈，锅里还有吧？今天让树里吃个够，多着呢。哥，您的骨板啊，今天打的可真好，连太叔都说了，未吃能赢，全靠这骨板打的绝。嘿嘿嘿，真的饭，饭还都不得。本来就是嘛，人家太叔是吹唢呐的老把式，那还能有错呀？爸，争了个第一，过几天你们二老不用出村就可以看大戏了。看戏？我不哭就算上包厢了。活得好好的，为甚要哭啊？吃饭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给，快把你那双开口笑扔了吧，就那还上台打鼓呢，也不怕人家笑话。好着呢。好着呢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外，家里上上下下累坏你了吧？哎，反正我又指望不上你。那我给你拍打拍打。啥？来，拍打拍打。拍。坐下。干啥？啊，拍打拍打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招数里又回来了，位置还是得了第一，我可有言在先啊。谭少爷，你是怕我让你沾下叹气钱吗？这钱贪也行，得把葛龙那小子再抓起来。妈的，我这口恶气非出不可。你能实话给你说吧，我跟马先生商量好了，这台戏钱由他出啊。他出这冤枉钱还不是因为小俊那小妖精吗？看着吧，
老牛吃青草，好吃难消化，咸吃卤蛋糟心。明天只管领着人把戏台子打好，这台戏咱们要唱他个红红火火啊！红红火火搭戏台，哎，你笑啥嘞？赵书礼回来了，你就不担心马先生这门亲事？哎呦，你不说我倒忘了，这赵书礼在长治师范搞过学潮，是啊，还闯过探月，是啊，听说和共产党还有勾过，对，这不好办了。其实啊，说难也不难，他赵树林闹过学潮，这谁都知道吧？想让他吃几天牢饭，那还不容易？不行，你让我想想，这可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情，不干我了。哎，起码也得把赵和亲找来。狠狠地训他一顿，让他好好教训教训他那个儿子。你是咱尉迟村村长，又是赵家的族长射手，论辈分，他赵树林还能管你叫四爷哩。哦，倒也是。对盘盘那个哥俩。那就是那那有名的小妹妹，妹妹在那个哥俩俩上哥呀，哥在那沟，摸不着那个妹妹呀，找着手。小翠儿，村长，人我给你带来了啊。好，坐吧。哦，和亲来了啊，坐吧。四叔啊，找我有事儿？何清啊，我听说这次树里在八音会上闹了个满坛财。嗨，那能定个胜？哎，定吗？咱们尉迟村在这十里八乡什么时候落过人后？嗯，不过光古板打得好还不行，做人也得好，哎。这次他回来，你这个单打的可要好好的管教他。树里又惹事了啊？我听说他在学堂里闹学潮闹得挺厉害，有这事吧？闹学潮？没听说呀。赵和清啊，你别瞪着眼睛说瞎话啊！你没听说？你没听说你给他送鞋啊？你没听说，那不等于别人没有听说。树里多大了？快三十了吧？也该收收心，安安生生的好好的过日子，整天就东跑西颠的，正经本事没长进，倒结交了一些来路不正的人。你这个当打的，就这么眼看着下去？几个学友，不会吧？何清啊，我倒没啥。都是自家人，我还能把娃往火坑里推啊？实话给你说，
上边几次下来人打探赵树理，都让我给哄回去了。要不他那舒坦到今天。哎，四叔啊，那是他在外面得罪的人，人家陷害他呀。都是自己人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不是小事儿。就说你们家树理不是共产党，他闹个街角匪类，总不冤枉他吧？哎，我这个村长以他担上个包皮乱党的罪名，咱们全赵家全魏之村都得跟着你娃受连累，不敢大意啊。是，我这就回去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身后的东西。哦，还有小翠和马先生的事儿，你和娃说的咋样？我没有说。你不同意？不不，四叔，我不是不想说，可是这娃的性子。哎呀，你这个小翠也太野，把人家土根家里从你家里打出来，牙都快打掉了，这成何体统？都怪我不在啊，四叔，我这当老人的也不容易啊。我怕是……你怕？你怕啥？这老的还能怕小的？哎，你连个女娃子都管不住？不是管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个家是你当还是他当？是。回去好好想想吧。人啊，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知道了，你们说是，我给咱先回去。哎，这能行啊？哎，你看，詹少爷，你还没看出来，这赵和亲人称是耳哭命啊，他家三代单传。姑娘重要还是儿子重要？嗯嗯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。你拿个凳子行不行？凳子行。兄弟，哎，这场戏啊，多亏了你和白英会的弟兄，可这么好的事情落在了赵如真这个王八蛋身上，哎，便宜了他。想不通，其实啊，这种社会的不公平，何止赵如真这种人，还有比他更可恶的。放好了啊！哦，鸡条打好了啊！哎，打得不错嘛啊！这号也得小心点，不然会吃他的亏。小龙，射手说了啊，唱夜戏还是你得记得啊。我点？咋？啊，年年还不是你点吗？行。射手这么看得起咱，咱能不点？点。说好了啊。哎，我说赵树理啊，在外边混这些年，也没见你长出什么三头六臂嘛，啊？是啊，一个头能长好了就不错了。嗯，张少爷，嗯，咱俩是一块长大的，现在你倒是没有了小时候那个满嘴鼻涕，人也出息了，跟你打张善人一样，学会横着走路了。哎，你啥意思你啊？刚你说老小子，你少张狂！别忘了，八年前就因为你搭的一句话，害得我家白白丢了三十场地。这笔账我知道和你算。是。哎，你们看啊，看，我这样像啥？像二拐子，像不像张善人？啊，像像，要个啥呢？要个横行霸道。清早起出门来，
和着房顶着土脸朝前走，自古来吃小米不如吃肉，双脚走顶不上起个声。